在紧接着带来小变装的歌曲《谁谁谁》。好，来，谢谢吉修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介绍阿丽娅非常靓丽的歌手，来自澳大利亚，精彩的歌，谢谢。来，带着我们今天非常摇滚的一个感觉，为大家来带来精彩的安排，来再次来展现我们台上精彩的舞台。一连串的这个哈，让大家呢啊非常动魄惊心的歌曲。那当然喽，你要好吸气吸头也莫空喽，你要空的时候，你要安排时小时间呢，才敢也感光呢哈，感受非常给多。所以有希望哦，安尼所有的民众啊，才敢安排就四场呢啊，你要喜庆宴会，才敢多交流让这边本团的团主来做到安尼个啊，你要询问韩国建议，也希望每个有了机会，那才敢来做到服务哈。来，听众中央台告放弃的奉献又动作中，但是呢，也希望讲，好了，用吼某空中的故事，韩国呢，阿里个斧头来做个安排，啊，有那个呢，带动我们现场庆赞中原的这个大家热闹非凡的感觉哈。来，所下来呢，莫想体验又过强的，当然也要按你个普通我的做到安排。今日睇到下昼你同你现场呢，吼，非常的有眼福，因为呢，今日时下在你度非常嘅多啊，你跳舞唱歌全部都平均，希望大家又好好啊，你吼下昼你欣赏到按你本团对大家你敬献非常精彩嘅节目。来，继续来安排我们介绍我们这一位呢是钢管女王哈，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桃竹苗地区带动群伦呐，啊，谢谢。哎，你们很现实哦！现在你看，手机跟镜头完全长进，不肯放手哦。来，刚刚怎么求你都不愿意？我们上面两个 VIP 的看得最好、最清楚啊！哎，哎，口水要擦一擦啊！Oh yeah! Come on!哇，他这一身又黑的皮肤晒得非常平均哦。你是到底是跳舞跳出来晒到的，还是哦？真的吗？跑场跑到尿尿尿会晒到这样子，好可怜哦。每天在那个钢管车上面哦，这样子哦，一条超米亚超，天哪，那个皮肤都超有弹性哦，不是 Q 弹的 ，Q 弹是比较香哈，有高高又咪咪的，这个是真的是健康美。你的身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陈美凤，美凤姐，她的身材还有她的皮肤也是这么美丽哈，非常漂亮的。健康美 yeah, sure. 我来数数看台下总共有多少人拿手机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还有连八十岁的也手机拿起来哈，听说呢晚上失眠的话哈，不用吃安眠药，看小姐的影片看一看就自动睡着哈。对，极好，有疗愈的感觉哦。哇，
挑战很大的极限哈，你看完全不穿丝袜哈，用自己的皮肤去抠住我们这个钢管的这个这个触感，所以呢，我们说如果他流汗的话，铁定从上面滑下来，因为湿湿的，所以为什么要先擦一擦哈？这个就是这样的关系。今天的这个钢管美女哈，非常的硬啊，为什么？要叫纯舞蹈表演，所以他们会把他们的绝活哈，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呢，全部呢来犒赏给台下呢，在今天在中午时刻，大家非常有眼福的你共同来欣赏。哇哦，上！哇，动魄惊心的一环哦，让大家会觉得为之一振。耶，秀！哎，真的，你的皮肤只有在那个穿三点的地方是白的，其他都是黑的，真的。真的哇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哦！来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，好。我想呢，今天的那个壮丁挑衅上哈，新著哈，打千浪劲推劲啊！你看谁啊？先讲汉语会浪劲哈，就连好好的心梦也好哈，来那个整齐共财浪面子啊！来，这里廖强的谁啊？这也空当中，你个新著不聊天，啊，就聊那抬杠，都见见，哇，好美哦！来，等一下，你们偷偷每个人交五块钱哦！你看他摆这么多的 pose， 让你们去攫取镜头哦。是哟。哇，他的动作完全跟我们这个比赛哈，比赛这个哈，哇，我们的这个热舞的这个动作，老师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哦，真的有下功夫哦。其实呢，我们台下有很眼尖的哈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们小军是不是有上过电视？这手法有哈，常常在 YouTube 上面几乎都是他的哈，在点阅率非常多哈，每天随便一天都一万多人次。好，现在呢，来把你的啊，咪跳过聊天哦，啊，你今日新做呢，打哦，欠人催病啊，所以有咧今天就也要讲讲叫，也去忙忙给他听诊中耶。啊，是啊，这一眼红红，你那个肿的咪啊？我台车来了哈，被我叫去闪一下，对，来，我台车来了，闪一下。小心哦，车子来了，大家要稍微闪一下哈、哦，让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面积，可以让他好好的顺利开进去。Come on。很可爱的一个妹妹哦，老板娘，你每天在那个卖菜哈、哦，那么辛苦的钱，哈、啊，所以叫你赏金，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哈、哦，真的。但是我看你一直在捞皮包哦，啊，一百块也好了。来，那因为呢，我们今天舞台是这样的方向，因为是为了要让道，对不对哈？那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商量的结果是要把舞台的面改掉，哈，把它朝向这一边。那所以呢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把这个舞台的面朝向这边。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哈，我们待会再继续为大家来做安排，哈，谢谢。好，那小军在台下跟大家拍拍照没关系了，哈，对。哎，请大家。